丹哥，我现在来到福冈的圣诞市集。今年没有到欧洲，但是我来了日本。那我现在是在博多车站的前面，带大家去看有什么好逛的。走。Thank you。其实我超爱圣诞市集的，每一年圣诞节我都觉得非常浪漫。这边还有个更厉害的，它是 Hot Whiskey。每次到耶诞市集，一定会去排个红酒，然后后面都是人。哇！现在在这个酒瓮里，那个香气一直出来。这是热红酒，热红酒它都会在里面加一些香料，像是有加肉桂啊、丁香或者一些葡萄，葡萄汁，所以喝起来会蛮香的。然后酒精味蛮重的。那有些人喜欢的话，也会在里面加一点 whisky， 喝喝看。好喝，很像果汁。也有上镜头喽！哈哈。啊？刚好上镜头。有。他喝的好豪迈啊！这里就是博多车站的圣诞市集。那我们过几天之后要去看天神车站的圣诞市集，那边有更多好吃的，我很期待一个烟囱卷。拜拜！欢迎来到2019福冈圣诞市集，它这里是天神的圣诞市集，福冈天神的圣诞市集。那今天不知道什么人比较少，那后面这边是热红酒的摊位。天神圣诞市集这里会比较小一点，但是它布置的蛮温馨的。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里面很漂亮。哇，这是今年的杯子，可是它已经卖完了，因为广受好评，所以没得换。可是它好像是可以之后再凭券再去换那个杯子。来，继续逛，看还有什么。お急ぎ。あったかいですよ。はい。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。我殷切期盼的就是来自匈牙利或者捷克的那个烟囱卷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今天没办法到欧洲，但是可以来日本。没想到这边也吃得到。这怎么念呢？口头说公路出口吗？不会念啊，半念的。原味，然后肉桂。然后焦糖，还有在欧洲这个都是现烤现做，那它是整套把它引到日本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就是在现烤现做。我刚才看很多人点肉桂卷，肉桂的口味，但是有人不吃肉桂，他不吃肉桂，所以我们试试看原味的。哇！他中间是空的。啊？他中间是？对啊。那边味道做的很不到，对，很不到地方，很油，都没有那种软软酥酥的感觉。要吃真的还是要去欧洲吃，不管德国还是维也纳做的都比日本好吃。那台湾也有，台湾的我没吃过。好啦，今天的圣诞节特别篇就到此为止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追踪、加分享。那我会分享更多好玩好吃的东西给大家，拜拜 ，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。哇，原来圣诞老公公是秃头，跟你们发型有点像。